IT 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8月28日，国外油管博主 Mr. Who Said the Boss 发布了开箱以及上手 Vivo Nest 3的视频。 Vivo Nest 3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全球首发瀑布屏，其最大的特色是曲面屏两侧拥有像瀑布一样的视觉效果。不仅如此， Vivo Nest 3的左右边框没有任何实体按键，音量和电源控制都需要通过按压感应区域来操作，伴有震动反馈，这与 Vivo Apex 2019操作逻辑类似。此外， Vivo Nest 3采用了升降摄像头的方案，前置摄像头居中，神似 Vivo S27 Pro， 后置三枚摄像头，相机的造型神似奥利奥。据悉 Vivo Nest 3相机灵感源于机械手表，其主摄是6400万像素，核心配置上 YouTube 博主 Mr. Who Sent Boss 并没有透露。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Vivo Nest 3搭载的是骁龙855 Plus 旗舰平台，而且支持44瓦超快闪充。更重要的是， Vivo Nest 3支持 5G， 这个是 Vivo 系列首款 5G 手机，也是全球首款 5G 瀑布屏，它将于9月正式发布。你怎么看这款 Vivo 首款的 5G 手机 Vivo Nest 3呢？